那这个下路要塔杀吗？这难度也太高了吧！另外一头则是 Abby 有危险了，那跳跳先交了 ，Chris 此时往前砍了一刀，再砍个破绽完成单杀，好狠！松野都上来了，但他自己砍了这个纳尔。另外一头下路 DFN 是把新一横选择强杀这个坦克机，小明架了一个盾，都是杀不到了。尤达鹏身上挂了一个虚弱，用进化解开这火箭跳跃，再空中被小明给舔死，要不大快朵颐，这个很 LPL 哎。 三等就帮中强gank一波推线，然后一起去越上，这个打得很 LPL 哇！注意看，真的太无情了。这就是他们赛区的那个风格，对，很标准啦，很标准的打法。哇，这有点炸哎、欸、！DFN 感觉前期这一波攻势没夹住，这中期开始要全部都爆掉了。抓威，但有没有打晕？有打晕，但这里的双人线 RNG 这一次直接夹击了，是一个32的局，Harper被留住，来到了底线状态，威砍到最后。 但Gala往前补了闪现之后 ，Harper 太阳神殿出手回头，用自己的命上去卖。但 Gala 在解掉对方的控制，朱女跟着陪葬 Gala 收下这个击杀。不能这样玩，不是小炮都没到，福野直接进，没关系，没伤害的两个人这样子走，很难玩啊，真的。哎，下路主动开启 Harper 这一波，想来 all in 的是小明的坦克急救闪现，加了一个盾值，没有倒下，再开一个怀表，因为他们的位置走的太深了，被威给晕住，一砍。 直接把人头给砍落，威再变成了小炮往前跳，这样自己的大绝缓住是 steal， 后面小明再游出来，想跟队友一起搭配，但 Gala 自己拉了一个破甲箭，直接把这只山猪给裂死，哇，记了，惊人啊，没想到啊，他没想太多啊，就想上，是后面还想要来越，而且还真的越到了 Harp 蹲在了这个二草，直接被威给拿到击杀302威尔哥。 教育逝者下路直接撞断，应该是一开始就讲好的。是这个阵容，队友打中上野，Harp走不掉啊！永动坟地定了一个雷欧娜，变成冰块再吞回来，大块朵颐吃进去吐出来。哇，那看起来 RNG 要发大财了，左摇右摆想点，上面插了三根眼睛，直接把坦克机击败。啊，跟这是帮这个雷欧娜击败，还有太阳系在游回来，游来游去的一个爆破球果上面插了三根眼睛。 三根眼睛杀你，很给你面子。是 Breeze 在上路被定住，但他有格挡，在滑步躲过。这没办法。哦 ，Breeze 哥很丝滑，再往前再砍很皮，但他有胜利，他不怕。哇，这下路直接帮那个 Harp 击败了一波之后，拿到了下路一个020、一个030的战绩。打一个反思维啊，是。怎么办？这把从开局就注定很难玩。 因为下路是小炮刘娜，这主女被迫只能往下。小猛击，布瑞的格挡挡了一段，晕住的是右边的 Steel， 中路也打起来了。小虎这边虽然没有状态，但姚浩朗自己有滑上去，推了一个大拳控场防壁。不过威这波好像是躲过了，用大拳躲的。姚浩朗此时滴血，旁边还有一个 Harper 赶过来支援，先把小虎给赶走。但左边的威是没有人可以阻挡，威尔哥直接发力了。他是威本人，威尔哥本人，威尔哥。 太威了啦，威猛先生，哇，太强了，哇，不止没有人头，他们只能靠打线实力来就是稳住局势。来杀上路这个呼吸可以破蛋吗？因为现在 DFN 是没有头没有塔皮的 ，Harp Steel 都赶过来，有双控制，Breeze选择往前砍，先把自己血量给砍起来，再往前砍了一道小梁花 ，Abby 又拿跳跳先拉了一个身位，但此时的 Breeze 还想要往前，他是没有办法操作的，再往前想要来换，那边 Abby 给晕住一个抛眼 ，DFN 顺利破蛋。 人头拿到的是 Abby， 这波蛮赚的，但不怕绝望。这个对于 DFN 来说，其实不知道哪边发力哦。鬼蹲是，但是冰女有金能有大，好闪现定，想要把 CC 控制打满。小虎这波的空中直接被姚浩给推死，左边亮了 TP， 玩得好。这一波赶过来支援的是呼吸哥，但此时经济碾压的 RNG 选择的是 all in 在 Harp 身上，Harp 被卖掉了。哎呀，玩得好哎。 CC 衔接的完美，一招都按不出来。不过接下来的边线 AV 感觉要被抓了吗？不管，我觉得被抓也不管呢。哎，不推了，变大了，往前。遨游深渊这里是白夜管住格挡，这时间点的反击是要把 AV 这一波给晕下来，然后同时打个四破。AV 这一波身上挂了破绽之后再往前砍 ，Breeze 这一剑直接贯穿了 AV 的脑袋。右侧打起来了 ，AV 被 Breeze 开了鬼步之后追着砍。 但 Breeze 是百里长征正面要准备打团了吗？反向思考，往右边走。是，接下来的话则是 Breeze 继续往前追 ，AV 的破绽在下半区，往前一个格挡，先缓住了 AV，
再一个 Q 兵，是我们这 Q 兵在中路开起来了。这边是原本想要来开 Gala 的，但反而后边被留在了前方，不好意思给射死。但同时下半区已经是收下了这个 AV 的击杀了。那中下是 RNG 这边各点开花。哇，还有一个这个威的一个表情哦。不知道哪边巨人会冒出来。下半区来了这个什么？这个是锤剑之巨人往前砍，直接砍死。太无情了。然后阿杰也被抓掉了，想 TV 资源被人家埋伏了，是完蛋了，想出去探查，结果自己被吃掉了。对啊，这两个人很落单的，抓到两个落单的。对，他已经不是什么，他已经不是什么什么剑姬，他现在是剑仙呐、啊，直接送你去剑仙呐、啊，往前卡了一个窄口，之后后面的控制打满，用他梦点的飞技直接让对方去剑仙。操作起来了，控制打满了，可以，这两个人直接拿捏的死死的。是这个时间点的 RNG 应该是不会叫战的。下半区小虎直接急速拼刺走，还骗出那个猪女的大绝，小明直接往前游被定住，在 AV 这边准备要变小的同时往前翻了一下，把威给翻了回来，打晕威直接砍进去。而下半区下面没有人在理这个 Gala 的输出位置，威继续往前收割人头，把阿杰给收入口袋当中。他捧这里是进化解掉对方的第一波的控制，搭配着的是后续的追击，也是把人给推开。 Gala 这一波还想往前继续追，威在对方的家门口跳舞，摆出了那个企鹅，是帅气的企鹅。在另外一边的回头看到的，在中路的高地的情况下面，小虎最后还是倒在了这个小炮的伤害之下。另外一边威跟 Gala 两个人在这个 DFM 的门口跳舞，但是主堡已经被 RNG 给攻破。我们最后准备要恭喜 RNG 战队在这把比赛拿下3-1的胜利，顺利的晋级到了后续的小组赛。OK， 确实是，我觉得这边已经 OK 了啦。第一把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偷了一把就 OK 了。哇，那有些只能说还是那句话，我电子竞技实力说话，这实力的差距是弥补不了的。是，只有在 BO1 上可以有机会，那大招凹一波，就凹一波 BP。